情相当的学姐。我现在在北中南的三间教育工作室，我还有美容甲级的证照哦。然后相当呢是一个可以多元学习的系所，欢迎大家加入，耶、yeah!大家好，我是高一相妆毕业的学姐，目前在化妆品公司做研发的工作。在大学时期有学到许多关于研发的课程，让我能在出社会前就打好基础，并且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。Hello， 各位学弟妹们，我现在在化妆品公司担任行销的职位。那因为香妆的多元课程，让我在大学时候可以找到目标并持续精进自我。加入香妆是个会让你不会后悔的选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毕业于香妆107的学姐，目前是一名心灵芳疗师，有空可以多多来我的工作室玩耍，地址是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一路100号，也欢迎你们加入香妆系这个大家庭，考取国际芳疗师的证照，然后等你们哦。加入香妆，快来香妆，耶、yeah!